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中，带领和帮助我们，看过我们学好这个故事课，那么讲好故事，能够说好故事。天父，求主带领帮助我们，看过我们，使我们上课的时候能够专心和认真。你们的网课，我们没有监督，孩子们容易跑开了。有的时候人在心不在，也就是看过老师能够说话缓慢。能够呢，慢条斯理的，口齿清楚的，把话讲清楚、讲明白，不要讲话速度太快、太含糊，这个同学们听起来很累。主啊，就是带领和看过课堂，祝福我们的同学成为主你所使用的人。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呢，我们也学习一首呢，旅游的一种旅行的远足的一首诗这下雨天了要出去旅行呢可不容易我们广东这边呢，这是雷霆暴雨我跟你们上课的时候，外面还在噼里啪啦响那么今天呢，写龙应台女士写的旅行的那我们读书呢，先读人龙应台呢，我今天说你们应该叫奶奶了对我们来说呢是祖母级别的、阿姨级别的。我阿姨嘛，1952年比我大20多岁，跟我妈妈一年，妈妈1952年，1952年2月13号生于中国台湾高雄大寮乡眷村。大家知道什么叫眷村？圣文，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眷村啊？眷村是什么？哪个同学知道眷村是什么？干嘛的？大陆没有大陆没有这样的地方，台湾有叫眷村。眷村是知道是干什么？眷是什么意思？眷村是什么意思？家眷。这是家眷。家眷生活的地方，就是呢，龙应台他是1949年跟着他的父母他父母呢属于国民革命军或者国民党军队的呢军人，他就跟着来了，跟着来呢，他们就带着老婆孩子嘛，这些老婆孩子要安顿在一个地方，在安顿的地方呢叫眷村，这家眷所在的地方。他老们呢，师，那现在的家属院是不是跟他很像？我没听明白，对不起，我有耳朵真正不好，不好用。我说现在那个家属院就是，是不是跟他很像？当然跟他很像呢。他家属都是从大陆这边过去的，所以眷村呢，他们往往的那个身份证都是还写的大陆某个地方。他是个1974年呢，他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1982年呢，获得了喀山西州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在美国去留学拿了博士学位他中文也很好，英语呢也很好。1985年他在台湾出版了一本《野火集》最早的一本《野火集》，就是他这其实有一个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呢，《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就风靡台湾在台湾呢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时呢主要讨论环保的问题1988年呢，他出了说人在欧洲，为什么说人不在？他呢，他丈夫是个德国人，跟他丈夫生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叫安德烈，还有一个叫什么名字？记得了不记印象不是很深刻上海呢这个动荡的世界呢在大陆发行的。我今天要书我还没有拿出来，这本书呢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看这个动荡的世界，以前推荐过
但我今天书啊都被封装了，还没有摆好，不知道怎么给大家看。大家可以买这本书啊，这个《动荡的世界》这本书，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还有，然后1999年呢，当时台湾啊，马英九担任台北市市长。马英九担任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呢，这文化局局长呢就请了龙应台做文化局的局长。知道吗？马英九大家知道是祖籍哪里吗？马英九的祖籍是湘潭，但是他的户口呢是衡山人，就是衡阳人啊，湖南的衡阳人。这个啊，龙应台呢，他的户口本身呢也是在湖南衡阳，但是出生在台湾。当时就国共内战嘛，就打成这个样子啊。然后还有一些文集，《亲爱的安德烈》这书我没看过啊，《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我没看过。写给他儿子的关于亲子教育方面的一本书啊，还有散文集《默送》啊。2012年啊，马英九呢担任台湾啊，在台湾中华民国啊总统啊，他就呢在那文化部部长啊。14年呢，他就辞职了啊，他不适合有当官，而且面对这些议会啊、立法委的这些询问啊，怎么的，他就受不了啊。还出来了一本书给美军啊，美军可能是他一个女性朋友，那清楚啊，就写了本文集，我没有看啊，这本我读过的呢就是《野火集》，龙应台啊，《野火集》啊，这个动荡的世界，还有人在欧洲，我好像几乎都没读过啊，还有一本他的散文集，大部分书我也没看过，就看过部分的他的作品。好，这是他的人生经历啊。他的家庭关系呢？他祖上呢是湖南衡山人。他父亲呢叫龙怀生啊。他妈妈呢叫易美君啊。他大哥叫龙应洋啊。所以他叫龙应台是什么？龙呢，就是他爸爸的姓；应呢，就是妈妈的姓；台呢，他是在台湾出生的，叫龙应台。感觉那是什么？感觉到怎么样呢？像一个男人的名字一样的。他没有男人的意思，他也当时他父亲就是纪念中国人取名字啊，往往是很简单，妈妈一个字啊，爸爸一个字啊，在出生地方一个字，就是取名叫龙应台啊。他离婚了啊，他的前夫是个德国人，后来怎么样？不知道，这是他的私生活，我搞不清楚啊。是一个德国外交官，有两个生了两个孩子，一个长子叫安德烈啊，次子叫菲利普。因为养育儿女的原因呢，他在德国呢，这在瑞士啊，瑞士呢分为三个区啊，一个是法语区，一个是德语区，还有一个叫意大利区啊。他在德国生活了2年，这个转啊，他的信仰呢，他是个无神论者啊，他是个无神论者，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呢，西方，因为他在学的是英语啊，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啊，不过是呢比较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什么叫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呢？你听我讲过自由主义啊，发展的5个阶段，有同学还记得我讲吗？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第一阶段，相信基督教的道德观念，相信不再不相信因信称义，只相信呢因爱称义啊，相信因爱称义，然后呢进行变成社会慈爱，把耶稣基督呢当做道德的榜样、爱心的榜样，这是自由主义的第一阶段，西方的一个宗教。第二阶段呢，不再效法耶稣基督了，那么呢，但是相信基督教的道德、信啊，有爱心啊，要帮助别人呐。乐事好善啊，这样的这样。第三一个阶段呢，就是说这个相信好的道德，相信传统基督教的保守的道德，但是家庭观念呢比较淡化了，男人和女人呢，也比较随便了啊，比较随便了，离婚率比较多了啊，这是第三个阶段。第四一个阶段呢，没有什么家庭观念啊，比较淫乱，但是呢，相信要做个好。我不反对你们信耶稣啊，我做个好人啊，
啊，至于什么堕胎呀、这些无所谓啦，就这样对吧？啊，男女啊，结不结婚呢、无所谓啦，是这样子的。这是第四个阶段啊，第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第五个阶段，目前发展的啊，就是说男女可以自由从变成男人，变成女人，哎，可以搞同性恋，哎，可以不搞同性恋啊，你可以。男的跟女的组合，女的跟男的组合，男的女的女的啊，都是随便的组合啊啊，厕所呢可以随便上啊，男厕所女厕所都是无所谓的啊，你换衣服洗澡，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女的女的，男的女随便都可以的啊，就是自由的。还有吸毒啊，吸毒那个合法化了，就是说吸毒轻微的吸毒啊无所谓，反正自己快活就行了。那就显得很郁闷，对不对？他吸了一毒呢，就很开心，应该尊重人家的人权啊，不应该反对禁毒啊，对不对？至于什么卖淫嫖娼啊，都是合法化了。自由主义呢，分为几个阶段啊，比较保守的阶段呢啊，因为啊，卢云台他毕竟是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嘛啊，他留学西方的时候呢，他呢写了比较保守的自由主义，尊重婚姻啊，尊重家庭啊。还是一些基督教的这个基本的道德，主张了男女平等啊，追求完美的精妙的社会制度啊，男女人呢要自尊自立啊，参加工作啊，生孩子呢不能够不生孩子，但生一两个就算了。就现在基督教的那种，其实大部分基督徒都是自由主义者，这种呢，比较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就坚持而已啊。然后呢，家国情怀。卢云台呢，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反对台独，他父母是从大陆过去的嘛，他跟其他的本土的那些民进党呢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有儒家的这忧国忧民的现象。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写文章，到了2010年以后啊，就是大概2000年以后呢，他在大陆写文章，当时是大陆的那个兵啊。那什么冰心那叫冰什么杂志啊？被封了。他还写信给胡锦涛啊，还有在中国大陆讲课。后来不让他讲课了，还什么怎么不让他讲课的？来龙去脉我不知道。他原来在大陆还可以讲课的。2019年啊，他就批评一个是批评胡锦涛和那个时期的那个共青团杂志啊。为义和团事件啊，惹毛了中国大陆共产党政府。还有呢，2019年啊，习近平做国家主席的时候啊，他就香港辩护啊，就是说，说大陆不应该镇压香港，香港的青年呢已经以卵击石的悲情啊，所以从此以后呢，这个龙应台的书啊，在大陆就不能够出版了。那现在你要想买这本书啊，就是这个动荡的世界啊，你可能要去旧书店里去买，看看能不能买到。我不知道了啊，因为我那本书啊是10年前买的，现在还好啊。我们呢，故事呢，他的读书先读人啊，这个人的故事呢，我就给他就给大家讲完了啊。让我们来看他的文章啊，文章呢，这篇文章呢是我在那本书上面扫描扫过来的啊。以前呢有一些错别字，被我扫的时候我发现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啊？求主怜悯啊！那扫描的时候它有点变形了啊，没想到的事情啊，这科技啊还是不完美啊。大家字看得清楚吧？我放大一点，看得清楚吗？字看得清楚吗？我用 Word 文件给大家啊，我尽量放大一点。人的味道，人有什么味道呢？一种呢，讨人喜欢的味道；一种呢，不讨人喜欢的味道；一种香味，一种臭味。这篇文章呢，它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他去了两个地方去旅行，一个去以色列啊，一个呢去瑞士啊。瑞士这个地方的人呢，有瑞士大家知道吗？瑞士是个什么国家？有没有世界地图？各位同学，
你身边有没有世界地图？你看瑞士在哪里？老师，我知道瑞士巧克力。瑞士巧克力啊，你看瑞士在哪？地球哪个位置？你看一下。家里没有世界地图，或者说啊，地球仪，看一下，一定要看一下啊。这个你只能自己看老路上师，了，我瑞没。士好像是在北欧。不要说好像，你去打开地图看，不要搞好像啊。一定打开看一下，看，然后以色列知道在哪个位置吗？把这两个国家的找到特拉维夫啊，找到苏黎世啊。这些城市啊，瑞士是个小国啊，那些城市有名的啊，瑞士啊、日内瓦啊、苏黎世啊，那这些地方你看一下。那么以色列让你找到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啊这两个城市，好不好？看他们在哪里，一定要动手啊！我看不见你啊，你得动手。我给大家2分钟时间啊，找一下啊。瑞士的动物，Pete 找到了啊，找一个特啊，日内瓦、苏黎世啊。瑞士是在法国的旁边。哎，对，瑞士在法国的，那个好像啊。以色列在哪里啊，同学们？以色列在哪里啊？以色列特拉维夫在哪里啊？特拉维夫，还有耶路撒冷在哪里啊？耶路撒冷在它下面。好，加油，同学们啊！特拉维夫靠近地中海。对，很经典，是以色列的城市啊！给大家2分钟时间啊，到诸位同学都要动手啊，要不然这个啊。当时是约旦的旁边，约旦的旁边。对，好，2分钟过去了啊，我不给大家时间了啊，够了啊，我们现在来看这篇文章啊。伦敦机场往以色列的航道前，一个男人吻着他同居的女友，隔着他隆起的肚子，他亲爱的拍拍他腹部说："一路小心。"通过检察官时，在这孕妇的妇人形状里，以色列人员却发现了一枚炸弹，看到吗？为了从犹太人的手里争回巴勒斯坦的土地，这个年轻的阿拉伯人，大家注意啊，不是阿拉伯人，是穆斯林。今天呢啊，有一些人。喜欢讲假话，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喜欢讲这些假话。他搞不清楚民族和宗教的区别。阿拉伯人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根本就没有宗教信仰，有的是天主教徒。他没有必要跟以色列人打仗，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恐怖分子。今天这个世界啊，混淆是非啊，愿意让自己的爱人和。还有爱人夫人的骨肉与飞机共同炸毁，达到恐怖救国的使命。这不是救国啊！一点大家注意啊，这是
这不是袭击吗？这是伊斯兰主义啊，不是恐怖救国啊。我再次给大家讲，今天这个世界包括基督教社会里混淆。老师你刚才说错了，老师你刚才说错了，还有爱人腹中自己的骨肉，你少说了自己。哦，谢谢啊，谢谢啊。哎，所以不是为了救国啊，啊，这个龙应台啊，我不知道他是故意撒谎呢，还是真的不知道。他是伊斯兰主义，不是恐怖救国。伊斯兰教啊，他要把犹太人给消灭啊，或者说把犹太人呢，犹太复国主义给消灭，来证明他的古兰经是正确的啊。如果犹太人复国了，证明他古兰经是错误的，他受不了，知道吧？在大出以航之前，我们已有心理准备，机场的安全检查大概会极端的严格繁复，要有耐心。真正的检查却出乎意料的平常，与其他一般国家没有两样。不同的是多了一道面谈的过程。面对微笑的安全人员不厌其烦的旁敲侧击，大家把这个黄色的字啊抄写一遍啊，不厌其烦的旁敲侧击。为什么去以色列？那有没有朋友？你的职业为何？到了以色列住哪？去哪？多久啊？以色列的飞机、汽车、超级市场里经常有巴勒斯坦游击队恐怖分子埋伏的炸弹，造成生命的损失与心理的恐惧。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当局很可以以安全为借口，在这里写的不一样啊，在台湾的这个借呢，它是这个借口啊，那我们需要写这个借口，用各种手段严格管制人民的行动及游客的出进出。记得几年前从台北飞往高雄，在台北登机之前排队受检，翻箱盗窃啊，翻箱盗窃。之外，连衣服口袋都要翻出来，战绩狼狈。以航虽然有每一只箱子里都有可能有个炸弹的恐惧，却以精密仪器和训练有素的面谈技巧来保住了旅客的尊严。候机室中，按捺不住啊，朝鲜下按捺不住的右耳开始骚动起来。先是在椅子上爬上爬下，接着在走道上跑来跑去，大声欢呼嘶喊，父母一旁看着，希望孩子们玩得精疲力竭啊。在飞机里面可以给大家安静，一转眼几个孩子已经出了候机室，在警卫的腿间玩躲猫猫。在检查的仪器与禁止出入的牌子证件，全副武装的警卫们微笑着看着几个幼儿跌跌撞撞的娃。这话太繁琐了，如果是瑞士人早就破口大骂了。隔座的一人一口说出我心里的话，中规中矩的瑞士人不可能容忍孩子扰乱公共秩序。在工程上常看见瑞士老妇人皱着眉头对年轻的母亲说，请你的孩子把脚从椅子上放下来。当我正觉得护着牙牙学语的孩子自语可爱的时候，有人很严肃地指责，请你的孩子讲话小声点，不要吵人。人行道上小孩子兴高采烈的奋力的骑着脚踏车，
那这脚踏车是什么车？自行车吗？自行车。哎，就是。自行车。对。哎，就是自行车，没别的。啊，这是啊，台湾那边的普通话。跟大家讲一下啊，游戏啊，他们的啊，跟我们的那个有点话有点不一样了。大家知道吗？因为啊，也许啊，语言方面的差别。路过的老人挥舞手臂，大声喊着：“嘿，人行道是走路的，不可以骑车，到马路上去骑。”一个持枪的以色列士兵弯下身来，在胖嘟嘟的小女孩头上亲了一下，他正在扯她的裤管。这是对比啊，这是对比。一个是很吵，一个呢受不了很吵，无所谓啊，以色列人无所谓，你再怎么吵再怎么闹无所谓。在黑夜中走出特拉维夫的机场，一股骚动的气息像浪潮一样扑过来。是什么气息与瑞士如此不同？耶稣的长夜在风里婆娑啊，婆娑是个叶子摇摆的样子，叫婆娑啊。天气热，人的穿着就显得随便。穿着汗衫的男人脚上踏着凉鞋，这读踏着不读急啊，踏着凉鞋。找短裤的小孩赤着脚，女人的下着裸露着胳膊、背脊，出口处人挤成一团，背贴背，伸长了脖子张望亲友，一脸的盼望与焦躁。小孩子攀在栏杆上，有笑的，有哭的，有钻来钻去的。接到亲友的人快乐的大声喊叫，热情的拥抱，挡住了后来涌出的人潮，行李推车在人群里转来转去，小孩哭着叫妈妈，空气里透着兴奋急切不安。来接我们的卡碧西倒了一包垃圾，说真要命，垃圾工人罢工，全市都是垃圾，快要疯了。可是市长说这次绝不跟工人妥协，我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前面车里的人正在笨拙的倒车，卡比挥舞着手大叫：“喂，再倒就要倒上了。”话没说完已经砰一声撞上了。卡比回到说：“笨蛋。”肖老师，哎，那是碰一声撞上，那个碰字是不是错了，还是本来就是那样？碰就是这么意思啊，就是那个撞车的一个发出的声音，砰一声撞上了。他这么写的。老师，刚才那个撞你说成了碰。哦，对，对不起啊。啊，我读错了，谢谢。小卡车停在路上，我们的车过不去，卡比伸出头。去扯着喉咙，喂，老兄，你到底走不走？那位正点烟的老兄慢条斯理的点烟抽烟，卡币按了二喇叭，卡车了才慢慢让了开来。我已经付了270，你怎么又算进去？旅馆柜台前花白头发的老人很生气的对服务员说话：270，你付给谁的？服务员不会是一个女人，谁啊？我怎么知道是谁？你们昨天谁守柜台就是谁，你自己去问有没有收据，有没有收据。我拎着行李的手放松了，看样子这场争执不是两分钟能结束的事了。青春还留恋着温暖的枕头，嘈杂的人生越来越嚣张，嚣张的放肆傲慢。不得不起身从四楼的窗口望出，滨海公路上已经车水马龙，不耐烦的喇叭声此起彼落，一群光着上身的工人分成两个集团正在吵架，个个脸红脖子粗喉咙大，可是没有人动手。不久来了一个警察，
瘦弱而苍白，像个斯文的书生。可是他三言两语就劝散了群众，不晓得他说了什么神奇的话。我们老是迷路，在特拉维夫找不到往耶路撒冷的标志，在耶路撒冷又找不到往伯利翰。大家注意啊，这是台湾的翻译，我们翻译为伯利恒啊，不是伯利翰。伯利恒的指标，指标往往忽有忽现啊。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突然不见了，由你去猜测，而猜测的路又往往是错的。我前面去了。请问往耶路撒冷的公路入口在哪里？卡比探头出去大声问，大肚子的女人叽里呱啦的比划手脚一番。卡比听得糊里糊涂，打开车门，女人坐了进来。她说带我们去，反正他那边也有车，也有车可搭。两个人讲希伯来语，声音很大，话很多，表情丰富多变。他说他九月临盆，是第三个了啊。这什么意思啊？犹太人生孩子你知道吗？犹太人一个家庭生多少个孩子你知道吗？犹太人现在以色列人呢，平均是现在是 3.1 个啊，多的时候呢 3.5 个，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最少是三个以上的孩子，这犹太人。至于七八个的那个正统犹太派啊，那个叫做极端正统派吧，一般情况下七到八个是少的，或者十二个十几个，这以色列人是这样的。你看他们这些聊孩子，他说以色列要完蛋了，阿拉伯人杀犹太人，这同时喊啊，犹太人杀阿拉伯人，上星期放火杀阿拉伯人房子的犹太人是他的邻居。他问你们中国是不是也有种族问题，左转还是直走？他问你们的小孩几岁了，你们是做什么的？瑞士一定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他很向往。瑞士确实是个美丽的地方，可是那个美丽的地方的人绝对不会坐进陌生人的车子里去为他们带路。瑞士人或许开车让你跟着走一段，但不会坐进你车里，距离太近，人的气味会令他们的坐立不安。市场到了，一个拖着长裙子的老妇人深深地弯下腰，拭捡地上的菜叶，一把丢进身边的竹篓。两个荷枪的军人站着聊天，他们卷起袖子，露出胸口，露出浓密的毛发，回身着冒着热汗。以台湾军人的标准来看，以色列的军人个个服装不整，行为不检。士兵抽着烟坐在地上，歪靠在墙上，或者呢与女朋友搂抱围倚着，国旗到处可见。而他们在战场上的彪悍又举世闻名，也许真正在作战状态中的军人反而不会正视表面上的服装仪容吧。士兵的对面站着一个一身默契的犹太教徒，一顶黑色的高帽，一大把黑色的胡须，以及极细的黑色大衣，露出了黑色的裤管黑鞋。他弯跟着腰，散发着福音。他正弓着腰，散发一个问题。哎，就是站着一个一身漆黑的默契的默契就是要漆黑的意思呗。啊，就是漆黑的意思。他呢就像那个、刷了一层黑色的漆一样的，这个意思。知道了，谢谢老师。熙来攘往，大家抄写一遍，这黄色的字大家再抄一遍啊。熙来攘往的人对福音却没什么兴趣，眼睛盯着的是摊子上红艳艳的水果蔬菜。卖菜的小贩大多是以色列的次等公民，阿拉伯人。一个身负大爷十二三岁的男孩正叫卖他的摊子，
十只弄慌的小鸡叽叽喳喳地叫着。一个爸爸把十只小鸡装在一个大高盒子里，旁边的孩子兴奋地手足无措。卖西瓜的汉子高高举起一块鲜红的西瓜，大声喊着：“不好吃，包退！”几个水果贩子开始了积极唱歌，一个唱我家的东西最新鲜，另一个接唱我家的东西最便宜，一来一往，有唱有和。市场上响起一片明快的节奏，压住了鸡鸭的呱呱声。以前他们唱得更起劲，塔比摸摸摊子上陈列的三角裤，一边说：“可是有犹太人批评，说那么大声有失文雅，是不文明的表现，外国人会笑话。”经过一条窄巷，穿着汗衫的老头子从斑驳的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对我挥挥手：“喂，你们哪里来的？荷兰吗？”卡比对我眨眨眼神，他大概没见过东方人，荷兰大概是他能想象的。应该这个想象啊，想象最远的地方了。上来喝杯咖啡好不好？老头用力的招手，我也对他招手。他破旧的窗口摆着一盆红的发亮的葵，也请我的丈夫吗？你的丈夫不请，他大声喊回来。晚上十点了，住宅区的巷子里还有追逐嬉戏的孩子，放纵的脚步，快乐的嘶喊。公寓里都亮着灯，电视的声音从一家一家敞开的阳台冲进巷子里的频道，声音大概不能不传到极大，因为格林的对门的楼上楼下的电视声形成强大的声网，不开极大就听不见自己的电视。你觉得很吵吗？卡比说：“哈，现在已经很好了。我小的时候，有电视的人不多，街坊有电视的人家就把电视放在阳台上，对接播送，大家看，不看不行，不听更不行。幸好那时候只有一个频道，家家都发出一样的声音。现在却不成，你得压过别人的声音，才听得到自己。”不晓得从哪里传来歌声。透过麦克风的扩大，像电流一样一波一波的传呢，吵死了！卡比的母亲摇摇头，吵了三天三夜，好像暑假什么游乐会似的。游乐会的，从窗口望出操场那头，似乎有万人转动。你瞧，万人传动啊！对面那栋公寓就是我儿子住的，可是从这到那，你想不想想，居然没有路。建筑上互相互推责任，我又半身不遂。到对门儿子，我还得叫计程车来绕好大一圈。哎呀，真要命！谈什么效率啊？我写了封很生气的信跟特拉维夫市长。卡比背靠着窗户的铁窗说话，他打算马上就回了信，说下星期要亲自来我家了解情况。这张纸毯真美，粗糙的纹理似乎还讲着沙漠与骆驼的故事。褐色的树干上织出鲜绿的叶子，叶子边飞着彩色的鸟，在方舟中躲水着的诺亚，他们翻译为诺亚，翻译为怎么呢？诺亚，大家注意啊，有一点不一样啊，这语言的表达有点不一样啊。会放出一只鸽子，见衔着一枚叶子回来，遂知道水已经退了，让万物重生的泥土呢，已经冒了出来。这张毯子的人在回忆诺亚的故事。$500，马上卖给你。留着小胡子的店长很果断的说。我爱在耶路撒冷的小市场买一张诺亚的，
这趟单卡比收购降价是国民义务啊。100块我回家做出果断的做出果决的样子，其实心很虚啊。100块小胡子很痛心，很不可置信的了解他，这么美丽的东西才值100块，我心要心碎了。是啊，这么美丽的东西怎么只值100块，但是我的脚往外走。回来，拜托，有话好商量，别走。他扯着我的手臂往里拖，行动敏捷的拿出另一张纸条，也有绿叶与鸟，但颜色比较暗，这一张卖给300块。只要区区的300块，给我1毛，多给我1毛都不要。那一张100块，我在简化我的语言，在小说的技巧上，语句越短呢，表示一个人的越果决。小姐，小胡子很痛苦的闭上眼睛，你知不知道，制糖工人要吃面包，他还有很多个小孩要吃面包，我有5个小孩，我也要吃面包。他眼睛一亮，伸出4个指，400、150、350、150、200、200、200就真的200，我给我的孩子就有面包吃了。我叹了一口气，给了他180，扛着我的绿叶与鸟啊，走出狭窄的市场，走进一条石板路，是名叫耶稣的那个犹太人曾经背着十字架，血滴在石板的那条路啊。黄昏的太阳把城墙的影子映在窄窄的路上，一个全身披着黑衣的老妇人坐在阴影中织绣。又是机场，站在干净的发亮的地板上，人们礼貌的低声细语，等候亲友的人服装整齐，姿态优雅的站着，不露出焦躁的神色，不挤到门口去，与别人保持相当的距离，以免彼此干扰，接到了亲友，没有人放任的狂喊，只是拥抱低声的问好，回到自己的车里再大声说话啊。这个是瑞士的，哟，可多了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同学们，这篇文章比较长啊，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朗读学习啊。9:24过来，各位同学，9:24。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安徒生童话故事是《飞香》。从前有一个商人，非常的有钱，他的银元可以用来铺满一整条街，而且多余的还可以用来铺一条小巷。不过他没有这样做，他有别的地方或者说方法使用他的钱。他拿出一个猴子，必定会赚回一些钱。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人。不过后来，他去世了。他的儿子现在继承了全部的财产，他生活得很愉快，每天晚上去参加化妆跳舞会，用纸币做风筝，用金币而不是石片，在海边玩着打水漂的游戏，看得出来真的很有钱。不过就是因为这样，钱就很容易花光了，他的钱就真的这样花光了。最后他只剩下4个猴子，另外还有一双便鞋和一件旧睡衣。他的朋友们现在再也不愿意跟他来往了，因为他再也不能跟他们一道逛街。不过这些朋友中却有一位心地很好的人，送给了他一只箱子，说把你的东西收拾进去吧。这意思是很好的，但是他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收拾进去，
因此他就自己坐进箱子里去。这是个很滑稽的箱子，一个人只需把它锁按一下，这箱子就可以飞起来。它真的飞起来了，咻！箱子带着它从烟囱里飞出去了，高高的飞到云层里，越飞越高。箱子底发出响声，它非常的害怕，怕它们裂成碎片，因为这样一来，它的筋斗可就翻得不简单了。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愿上帝保佑。我的天哪，他居然飞到了土耳其人住的国度里去了。他把箱子藏在树林里的枯叶子下面，然后就走进城里去。这倒不太困难，因为土耳其人穿着跟他一样的衣服，一双拖鞋和一件睡衣。他碰到了一个牵着孩子的奶妈。喂，您，土耳其的奶妈，城边的那座宫殿的窗子开得那么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说着。哦，那是国王的女儿居住的地方呀。有人曾经预过言，说他将因为一个爱人而变得非常不幸，因此谁也不能去看他，除非是国王和王后也在场。这位土耳其的奶妈如是地说道。那谢谢您，商人的儿子说道。他走到树林里来，坐进箱子，飞到屋顶上，偷偷地从窗口爬进公主的房间。公主此时正躺在沙发上睡觉，她是那么美丽，商人的儿子忍不住吻了她一下，于是公主醒了过来，大吃一惊。不过她说她是土耳其人的神，现在是从空中飞来看她的，这话公主听起来很舒服。这样他们就挨在一起坐着，商人的儿子跟他讲了一些关于他的眼睛的故事，他告诉他这是一对最美丽的乌黑的狐，思想像人鱼一样在里面游来游去。于是他又讲了一些关于他的前额的故事，他说他像一座雪山，上面有最华丽的大厅和图画。他又讲了一些关于观鸟的故事，他们送来可爱的婴儿。是的，这些都是些好听的故事，于是他向公主求婚，公主马上就答应了。这真是一个会骗人并且聪明的商人的儿子。不过，你在星期六一定要到这儿来，那位公主这样说道。那时，我的国王父亲和王后母亲将会来和我一起吃茶。我能跟一位土耳其人的神结婚，他们一定会感到骄傲的。不过，请注意，你得准备一个好听的故事，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喜欢听故事的。我的母亲喜欢听有教育意义和特殊的故事，但是我的父亲则喜欢听愉快的、逗人发笑的故事。这位美丽的公主不断地提醒着这位商人的儿子。对，我将不带任何订婚的礼物，而带一个故事来。商人的儿子这样说道。这样，他们就暂时分开了。但是，公主送给了他一把剑，上面镶着金币，而这对他特别的有用处。他飞走了，买了一件新的睡衣，于是他坐在树林里想编出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得在星期六编好，而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他总想把故事编好，而这已经到了星期六了。国王、王后和全体大臣们都到公主的地方来吃茶，他受到非常客气的招待。那么就请你讲一个故事好吗？
讲一个高深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王后这样说道。是的，讲一个使我们发笑的故事吧。国王这样说道。当然，当然。商人的儿子也这样说着，于是他就开始讲起故事来。现在，请你好好的听吧。从前，有一捆柴火，这些柴火对自己的高贵出身特别感到骄傲。是的，他们无比的骄傲，而他们的始祖，那就是说一株大丛树，原是树林里一株又大又老的树。这些柴火每一根都是他身上的一块碎片。这捆柴火现在躺在打火匣和老铁罐中间的一个架子上，他们谈起自己年轻时代的那些日子来。是的，他们说，当我们在绿枝上的时候，那才算是在绿枝上了。每天早上和晚间，我们总有珍珠茶喝，这是露珠。太阳只要一出来，我们每天就有太阳光照着，所有的小鸟都来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是非常富有的，因为一般的宽叶树只有在夏天才有衣服穿，而我们家里的人在冬天和夏天都有办法穿上衣服，而且是绿衣服。不过伐木人一来，就要发生一次大的变革，我们的家庭就要破裂，我们的家长成为了一条漂亮的船上的主帆，这条船只要他愿意，可以走遍世界，别的枝子就到别的地方去。但我们的工作却只是一些为了平凡的人点火，因此我们这些出自名门的人都到厨房里来了。哦，我的命运可不同。站在柴火旁边的老铁罐说道。我一出生，这个世界来就受到了不少的摩擦和煎熬。我做的是一件实际的工作，严格来讲是这屋子里的第一件工作。我唯一的快乐是在饭后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躺在架子上，同我的朋友们扯些有道理。好，刚才大家休息了一下，我们回到课堂上。我们又回到了瑞斯，这个前后比较他在旅行啊，比较在公园的花径上相遇。瑞斯人会礼貌的跟你说早 ,good morning, 在早板凳的两头分别坐下，他会微笑的说今天天气不错呀。你可以每天在公园相遇，每天在板凳上说几句话，但是他绝对不会开口请你到他家去。他会亲切地帮你把婴儿车抬进公车里，会把门撑着让你进去，会把位置让给你坐，但在同车的这一路上，他与你唯一会说的一句话是再见。他不会问你来自哪里，往哪里去，住在何处，做什么事。碰到一个非常话多话的人，在说再见之前，他会说一声今天天气真好。在信箱里突然出现一张硕雅的副文，大家知道副文是什么意思？大家抄写一下这个词，可能不知道。大家知道副文是什么？就是家里面有哪个人过世了，希望你参加一下。何年何月何日葬礼在何处举行？地址与我的一样，显然是同一栋楼里的人。整栋楼也不过十户人家，这可是死者是谁我不认识，把符文给我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谁。在这美丽的公寓住了一年，邻里之间唯一的沟通是楼梯间一声匆促的你好。面人还没有看清楚，人已经消失在门的后面。哪一家住了多少不知道，因为城内不曾听过吵架、欢笑、电视、
音乐、儿童的追逐声、厨房的炒菜声。整栋楼有豪，这侯门深似海，对吗？一入侯门深似海，层次萧郎是路人。这是唐诗里的一句吧，就是形容什么呢？而且富贵人家他院子很多嘛，你在生活中那种富贵人家怎么样呢？你平时很难见到了，他在家里的时候你进不去，因为他院子很多啊，屋子很多，你不可能进去。然后他出门呢，他出门都是自己坐车啊，自己啊，别人坐轿子，所以你跟他打交道都很费力。叫侯门一入深似海啊，从此萧郎是路人啊。在和气优雅的你霍霍后面呢，总是透着一丝凉气。人与人之间动物着冰冷的距离。于是我想起在士兵间玩躲猫猫的，因为对陌生人毫无间隔的坐进车为我们带路的女人。一路上那个为孩子面包而努力热切奋斗的店主，菜市场中裸着汗流的胸膛积极歌唱的摊贩啊，匕首画脚脸红脖子出吵架的工人，人的声音，人的愤怒，人的汗水，人的眼泪，像一个蓄满了水的气球，而有落地就有炸开的饱满的饱满层层。这话就不太好念啊，这话带了英语味道啊，有落地，这也打个引号啊，我给他打个引号。有落地就要炸开的饱满层层，人的味道真好。嗯，黄昏来到湖边，向湖心游去，野鸭子的水纹和薄脆的脸轻轻吻合，水草将湖水浸得碧绿，水在肌肤上的感觉像柔软洁净的丝缎。大家抄写一下丝缎。500个人所在的湖畔营区寂静无声，瑞士人在静默中低声细语，小心翼翼的不去打扰别人欣赏夕阳湖光的心情。走在住宅间的小巷，听不见任何电视的噪音，清晨吵醒我的是浓密的树叶里嘹亮的鸟声。在公园里漫步花径草坪上不会有垃圾狗屎。我想到这里我就很好笑。在深圳啊，深圳有的时候你就是深圳这个一线城市啊，难免的时候你要踩到狗屎，那小孩子走路的时候玻璃碎片，公车的椅啊座椅上不会有嚼过的口香糖泥鞋印啊，在人行道上走着不会有脚踏车从你身后赶来，骑着脚踏车不会有行人在你面前阻碍，开车的时候不会有老兄慢条斯理的点烟挡住去路啊。美丽安静的环境真好，真好。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是造出杂乱吵闹的环境？是个性中一定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能培养得出我们优雅的环境啊！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真是不可兼得了啊！这是他的文章啊。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抄写一下啊！抄写，抄写，抄写，拿出笔来啊！没看到你们人啊！上课啊！把这句话抄写，抄一遍，抄完了没有？抄完了。抄完了没有？抄完了。好，那首先你们来解释吧。我们先理解这篇文章。刚才我们读了一遍啊，读遍内容他介绍了啊，龙应台啊，他是一个华人，是台湾背景的华人啊。那么呢，因为生活的原因啊，他在瑞士生活了两年，在瑞士生活，他也很了解瑞士的生活。又呢，又去以色列去旅游。以色列呢，他去了两个城市，一个耶路撒冷呢，一个呢特拉维夫啊，在那买卖东西。他发现这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呢很文明很优雅，但是人很冰冷的；
冰冷，关系没什么关系的，啊，就这段就客套话跟你说。你好，今天天气热啊，你有什么门呢？他可以帮助你啊，给你银河车帮你抬啊，你为你开门啊，有什么需要帮助你的，他会也会帮助你，但是冷冰冰的啊，冷冰的。那到了那个以色列啊，耶路撒冷也好，特拉维夫也好，以色列人也好啊，那个阿拉伯人也好，都很热情，骂人的。你有什么啊？是你解决不了啊？他可以坐在你车里头啊，你带着，还问你的老婆孩子啊，你是那几个孩子啊？因为他们自己喜欢生孩子嘛，那自己喜欢生孩子的人就问别人了，你这几个孩子啊？啊，在干嘛的啊？怎么的？哎，他会很热情的，但是呢，很吵，市场上面很吵，那个飞机场也很吵，小孩子也很闹啊，还有那个来来往往的人啊，怎么的？吼啊叫啊，挡住你的车啊，马路上面不干净啊，会踩到狗屎啊，这些恶心的东西它也有啊。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不可兼得呢？这篇文章啊，大家留下一个很令人思考的问题啊。你们先，这文章我们先想这个理解，来这个不理解的地方。你们打印了这篇文章吗？各位同学，这篇文章我发给你们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打印一下？有哪些大家同学打印了？这本书叫做《这个动荡的世界》，他打印了吗？打印了就比较好说啊。我说怎么样呢？你看我这么讲，跟你怎么讲呢？对不对？你这样打印风啊，你不能叫听个热闹是吗？你好回味啊！我打印了。啊，打印了就好啊。打印好了，你可以做下笔记，一些东西啊，在书上面啊，就很方便学习起来，很方便啊。哎，我不能同意给你们打印了，同意打印，有的人同学要，有的同学不要，有的是暴露上来插进来，所以呢，这东西干脆请每个家庭呢、啊，就多花几块钱，在当地的一个打印店里去制作一些就行。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有什么优点值得我们先学习人家的优点。我就很喜欢龙应台的文章啊。我台湾有两个作家我都很喜欢，一个是李敖，一个是呢龙应台。那龙应台呢，李敖的文章呢很幽默，他很幽默啊，喜欢呢引经据典啊，讲道理啊，喜欢他很勇敢，抨击这个社会黑暗的问题。我年少的时候比较喜欢他，后来呢，我年纪越大了，就喜欢那个龙应台的啊。龙应台的作品呢，就是说他会很会讲故事啊，他很会讲故事。大家记住啊，一个人会讲故事啊，是他的优点啊，不是缺点。同学们，你们喜欢听故事吗？你们喜欢听故事吗？我喜欢。嗯，对，我们家的小朋友、大朋友都很喜欢听故事啊。我儿子也喜欢讲故事啊，但是现在读的书太少，才十岁。我还喜欢看。嗯，那故事很过瘾的。这龙应台呢，都是在讲故事。老师，那你儿子跟我一样岁数，我也十岁。啊，是，他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他也是没事干，也瞎编一点故事，编一点故事，他自己逗他弟弟玩。还现在他两个人，他们两个人一个房间，笑得在打滚，也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在这里笑。那个故事呢，能够用故事的方式呢，把这道理讲清楚，人就很向往。我呢，在我的写作过程当中呢，会讲故事。我写作写作呢，我就讲个故事给大家听。讲完道理，讲着讲着呢，我会讲故事。今天我讲课也是这样的。很大程度的呢，年少的时候呢，受龙应台的作品影响，我喜欢读他的书啊。当然，他的书也不是很好买啊，因为我生活在中国大陆，很多书呢，有部分呢被删改了。这两年就读的少，这两年我主要是读这两年，因为读圣经呢，会读基督教文学作品读的比较多，读基督教的历史比较多啊。
龙应台的作品呢，都是我在十年前啊，二十年以前读过的。今天读了也给大家啊上课了，其实也不是为了完全为了大家的益处，也是我自己的好处啊。这些书啊，如果我不给大家上课了，我可能就不读了，知道吗？因为那些基督教的书啊、圣经啊，还有那些神学啊、那些历史啊，我都没有时间去读完它，我就没有精力去读外邦人写的作品。推荐给大家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学习怎样讲故事。他第一个故事就是讲了一个很紧张的故事，看到吗？我们学习他怎样讲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在以色列啊，这个伊斯兰啊恐怖分子啊，伊斯兰恐怖分子为了消灭犹太人啊，捍卫他的那个古兰经的信仰，他就不是啊这个不仅仅是巴勒斯坦的土地啊，他不是民族问题，是宗教问题，他让那个孕妇啊。孕妇你看看哪一个男人，只要他是个正常的是个男人，他就会把自己的老婆看得很宝贵，因为他老婆肚子里有他自己生的宝，还要做爸爸了，对不对？那每一个做爸爸的人都会做事很勤快啊，不赚你钱啊，给老婆孩子卖了什么了奶粉钱啊，做月子钱，这是应该的嘛。但是这个人很变态，变态到什么程度呢？他让他老婆那肚子里啊口袋里头带一枚炸弹，然后呢把这个呢飞机呢一起炸掉，这是何等的变态。只有宗教狂热分子，意思所以这个是不是个民族和问题，而是个宗教问题。这讲了一个故事啊，如果你不是看这个龙应台的文章呢，你可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这里这么恐怖的人啊，把自己的老婆孩子给打上，然后把飞机给炸掉。因为他们相信伊斯兰教都相信什么的，恐怖呢实现恐怖能够直接进天堂啊，不用呢让王子啊，不要等到末日审判会直接进天堂，所以呢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呢杀死，然后呢报仇，就这个意思。那这是第一个故事啊。第二个故事啊，是叫以色列人的安检。以色列人的安检很简单，不像台湾，也不像中国大陆啊。你看我们中国大陆坐飞机也是这样，你给他包啊，大包小包啊，都给检查，扫描以后还看啊，那水你要自己喝一口啊然后呢，行李箱呢，它有。通过红外仪扫描，然后呢那个探测器在你身上啊摸来摸去的啊。你的一支笔啊，一瓶水啊，还有一把剪刀啊，都不能上飞机，现在是这样啊，可以剪。但是以色列人呢，他这个安检很简单啊，很简单。怎么很简单呢？他就是一个是精密的仪器扫描，还有一个来跟你聊天，跟你聊天。问你一些问题啊，问你什么问题啊？你干嘛去啊？住哪里？有没有工作？你如果你是撒谎的呢，你说问题怎么样？会输出什么呢？会出漏洞啊！你没有像我这种没有恐怖的目的啊，没有犯罪的目标了，我就很坦然的回答对方的问题，就没事啊。然后讲那个以色列士兵啊，士兵怎么样呢？这是第三个故事啊。像以色列士兵呢很随和啊，在大街小巷呢抽着烟啊，穿一条不整齐的裤子，或者搂着女朋友街上啊，然后那些小孩子玩来玩去在腿中间的他也没有事，还是很亲切啊，很亲切啊。你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故事开始比较了，你在瑞士啊你早就破口大骂了，瑞士人呢就受不了这小孩子啊扰乱公共秩序啊。然后呢也受不了别人呢骑了个自行车在行人行道上面走，瑞士就但以色列人呢无所谓，那无所谓归无所谓，但是打起仗来怎么样呢？军队呢依然是很彪悍的，这就是呢一个很奇怪的故事啊，一个就很奇怪的国家啊。然后啊讲到特拉维夫啊，
的机场，特拉维夫的机场接近的啊，笑啊，哭啊，跳啊，喊啊，叫啊，哎，种类很多。但是如果是在瑞士啊，瑞士日内瓦这些机场啊，苏黎世啊，那就不会，人家安安静静的接待这些客人，然后呢，真正问什么话的路上不会跟你讲什么话，只会到车里头呢才向你问话啊。然后在瑞士是没有人挡你的道的，但是呢，在这个在特拉维夫啊，那个老爷在前面开辆车啊，抽着烟啊，爱打理不打理的，哎，然后呢，人呢喊呢叫啊，然后酒店服务员呢，充满了吵架，也没有什么收据啊，然后呢，然后那个工人就罢工了，哎，到处这种的吵啊，警察呢。也很厉害啊，你不能讲什么话啊，你快来给他疏散群众啊。啊，这是一个故事。那第六个了啊，第六个故事啊，这个耶路撒冷的路啊，以色列的路啊很不好走啊。那个路标啊，因为以前没有的导航了，我们国内是北岛啊，国际又是那个 GPS 嘛， GPS 导航。那我们现在有高德地图啊，有百度地图啊，有腾讯地图啊啊。再用这个啊，我北岛导航系统，这挺好的是吧？那以前就是靠路标啊，路标怎么样呢？为什么你看啊，忽隐忽现，忽左忽右，怎么呢？那你就猜的怎么样？还猜错了。但是呢，那瑞士你不会这种啊，他没遇到过啊。然后呢，更搞笑的就是，一个大肚子女人啊，那个开你的车门啊。然后呢，带你路啊，这个人你很难想象这个，这个以色列怎么样呢？讲话怎么样呢？这么热情啊！然后啊，你个陌生人，他就问你啊，他直接生宝宝了啊，你们家几个孩子啊？是瑞士的美丽的地方呢，特别向往呢，跟你聊宗教、政治的问题啊，就聊开了啊。你看，这是很热情，还有摇。这个街上面呢，也是各种各样的，有传教的啊，上福音的啊，有的做生意的在喊啊叫啊，这些阿拉伯人啊卖西瓜啊，卖水果啊，唱的啊，跳的啊，还要跟你讨价还价的啊，还有什么勾引女人的啊，一些这样的人啊，都在这里的，随便喊的叫，这就是以色列啊，这就是特拉维夫啊，这就是耶路撒冷，他喜欢这种生活氛围啊。最后呢，特别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卖毛毯的故事啊，这毛毯的就是讨价还价啊，从500块讨还到180块啊，这个详细的过程在里面。再好呢，就比较，再好是后面的时候，是讲道理的啊，前面都是在讲故事，后面呢在讲道理，什么道理呢？以色列人啊。这个地方呢，耶路撒冷啊，很吵很闹，但是人呢很热情，很可爱的人，不可爱的环境。然后呢，瑞士呢有可爱的环境，很文明优雅啊，安静。但是呢，人际关系冷冰冰的。特别讲了一个故事啊，冷冰到什么程度呢？参加人家的葬礼，我认都不认识人家，我怎么参加人家的葬礼呢？我都不认识。但是人家也邀请你参加，他人家习惯了这种关系，这也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感叹呢，最后一个感叹啊，美丽的环境怎么没有美丽的人呢？美丽的人就没有生活在美丽的环境，为什么不会见得？这是一个作者来留下的一个问题，跟我们思考。其实社会往往是这样子，你不能够求全啊。任何时候你不能够求全啊，因为我们活在人世界里头啊。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环境里头。你要人很热情啊，这么那么呢也就意味着呢环境很吵闹啊。你要很优雅的环境，你就忍受呢冰冷的关系啊。
就这样的。老师，哎，那中国属于哪一种啊？中国你看哪个地方？中国如果在农村里头啊，在乡村里头，还是小城镇的老街坊、老邻居啊，那么呢，人的关系呢比较紧密，比较亲切啊。今天你们家有什么好吃的，他们家也能够吃到；他们家有什么好东西，说不定你家也能够蹭到一点。左邻右舍啊，吆啊喊啊，我们在农村里头啊，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经常也会吵架，会打架啊，会哭啊闹啊，就这样的，环境很愚昧啊。但是有什么困难呢？大家愿意帮一下嘛？我记得我妈妈小时候生病啊，我们家没人干活啊，全村的人帮我们家种田种秧。而且我还不吃饭啊！当然，我爸是替我们干活啊，吃饭肚子吃饱，别的不说，别说吃好啊。啊，我妈妈身边没人干活，我要年纪还小那个时候，大概七八岁，大家都来帮忙，很热情的。今天你到哪里去帮忙？我们在生活在深圳啊，教会里头有。反正我们是大教会嘛，有的三户弟兄姐妹跟我们来往的呢，他也是对基督教教育比较感兴趣吧，对基督教教育比较感兴趣的，那就跟我们偶尔来往一下，走一下。而且都是住农民房的，跟我们来往一下，因为我们住的也是农民房嘛。其他人呢也没有跟我们来往，他当然也没跟我们吵架啊，都是很客气的，很优雅的啊。哎，小姐姐你好，哎，下午好，就这样子的啊。就没什么，我说因为他不求你干什么事情吧，你做的事情跟他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嘛，你搞在家教育，他不搞在家教育，你生养正道，他不生养正道，那么你就是个教书的，他也没什么找你，对不对？他也没有得罪你的地方，也没有巴结你的地方，就是和冷门兵的这种关系，教会就这样子的。那么跟你来，在大城市，对我在大城市有什么的感受啊？那么我不信主的时候呢，就单位上面啊一两个玩的好。比如说我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公司两个，一个老乡吧，一个是两个湖南的老乡，我跟他玩的不错，经常呢他请我吃饭，我请他吃饭，然后就那其他的同事有些名字都搞不清楚。我们那个同事一个工作单位上有五六千个员工吧，一个公司里头，我叫他两三个同事玩的比较好，其他人呢也没得罪他什么，当然他也没得罪我什么，我也不跟他来往，他也不跟我来往，也没事，就这样的。大家客客气气的照常办事啊，就这样的。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随便你了，对吧？我你问你爸爸妈妈在大城市的，你真正的玩得好的朋友有几个？也没那几个嘛，是吧？几个大的人就是不好也不坏嘛。我今天也是这样的嘛。你说中国是哪一种呢？看城市，看环境啊，看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啊，对吧？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我们因为你靠得太近了啊，你互相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家啊是五个孩子，有一些妈妈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她看到你她就很难受。圣经说你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啊，与那个嬉笑，这是理论上，但实际上他做不到啊。他看到你很难受，他就不跟你来往，知道吗？他保持距离。人能够来往的人啊，往往是在一般情况下，你跟他的社会地位差不多啊，你跟他的人生追求差不多，你跟他的呢信仰的价值观差不多，他才会呢跟你亲密的关系，是吧？否则不会。教会界也是，教会界是很复杂。你跟他虽然都是信的是一本圣经，一位耶稣，一位神，但是我们人只能看表面上的东西。人家不赞成你这，你说我在家教育，我们一家啊，80%以上的精力都是用来教育孩子，为了帮助孩子。你们呢？我一天就一个礼拜啊，一天上一个半小时的课，那也是在为小孩子服务。为同学，那么其他的人怎么样呢？他努力的是怎样多挣点钱，
把那个70平米的房子怎样变成150平方米的房子，对不对？他怎样升值，他跟你的追求不一样吧，他怎么能跟你搞到一块去，搞不到一块啊。有些教会的弟兄他几乎不读圣经，你天天读圣经，你怎么能搞到一块去呢？搞不到一块，但也叫所谓的弟兄姐妹，但也这么称呼。那你什么时候关心怎么做怎么办？哎，你不能够每天跟人家吵架啊，对吧？啊，你就是跟那些什么呢？愿意跟你来，人与人家朋友啊，你不是你自己能够选择，是来两厢情愿的。你不能说我想跟人某某亲密来往，他不跟我来往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想跟大家有亲密的关系，他不想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你怎么行？或者有一些人想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他希望你呢，光他很累啊。他希望你把他孩子给他教出来，我们教会里的约的情况，他不想带孩子，他一个都不想带，但是他想找个冤大头，怎么办呢？肖老师啊，听说你在教育方面很有负担，我的孩子交给你来养好不好？我每个月给你的钱，圣经也是这么丰富的吗？如果你不帮助他，他就会恨你，你就会怨你，那我给你上个语文课没问题，上个历史课也没问题，但是你的孩子交给我养合不合乎圣经？我问大家，别人的孩子交给我养合不合乎圣经？不给你钱啊，你不是有教育负担吗？对，你我相信你们能够理解，因为你们家跟我们家一样都是父母教育儿女的，只是呢一些课程方面呢得支持。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刚才同学问啊，人很复杂啊，亲密的关系啊，可爱的环境和可爱的人呢，经常呢很难兼得，至少我没有能发现完全一致啊。不要说外面的世界，就是教会界也是如此啊，这是一种生活的常识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这是这篇文章的优点，给大家讲一下啊，文章的优点啊。就是人的味道啊，这人的味道的背后的理由呢，其实任英台呢也没搞明白啊。这个，但是这文章呢，值得人思考啊，真的是个很多很多对比，也很多很多的注意啊，学习两点，学习两点，同学们啊，我们学习人家的优点，学习人家的人什么呢？什么优点呢？一个呢？讲故事的，还有呢？这多方面的对比啊，最后呢，对，就是这里有些观众，他为什么写得很好啊？一个接着一个接着故事啊。这故事都是很特别的，不是记录平常的罗里巴所有的故事啊。这是他旅行的过程。你如果你不出去旅行啊，我们今天出去旅行啊，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旅行是有价值？就是观察人，思考人的问题啊，知道吗？你如果你没去观察人，没去思考人的问题啊，那么呢，你旅行就是看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在这吃美食啊，然后呢，拍照片，然后呢，留呢，纪念啊，玩呢，
玩游戏，再好嘞。老师，啊，引人入胜是什么意思？引人入胜啊啊，哎，问得很好啊，不行，问的胜呢，就是那个得胜啊，胜呢就是那个美好的环境，美好的感受，胜呢就这个意思，引人入胜，胜啊，人就谨慎的意思，那个引人入胜，这是个成语啊，你搜索一下成语，就是。让人进入一种很美好的感受境地啊，就是引人入胜的这个意思啊。我们今天呢，一般人呢，一般人的旅行就这样子的。这是特别的语言告诉我们，你出去玩，你只要玩得有意思，你就观察人，要会思考。如果你不会观察人，不会思考，哎，你旅行呢？我们将来游学啊，游学其实也是一种旅行。你游学，你去学什么？各位同学，你要出去游学，你学什么？你学什么？我问大家。你去游学，你学什么？你告诉我，你学什么？你学什么？我出去游学，我们呢？我今年是去年年初啊，我们出去旅行啊，就出去那个老师带着我们去，就是广州地方参观，主要是给我们讲解历史。讲讲中国近代史、近现代史上面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出去呢，就是为了怎么样呢？感受中国历史的变化，感受中国历史的沧桑。那你这个你得有兴趣啊，你没这个兴趣呢，你就不去了。但有一些人呢，他纯粹吃饱了撑着，我就看见世界上很多这种人，不管是。基督教内部还是外部都很多人就吃吧，他到底他总是找吃的啊，这什么美食啊，拍个照片在别人炫耀，你看呢，我们再去哪里？你出去干什么？你跟着我出去干什么呢？你不就是为了玩吗？你玩你自己去玩就行了，你不浪费时间吗？对不对？就说你要出去旅行的时候怎么呢？一定呢，你有相同的目的，有相同的目的，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感兴趣，你不感兴趣没有错啊，你是我对历史不感兴趣啊，中国有什么历史沧桑，我也跟与我无关，我爱他爱怎么沧桑怎么沧桑，跟我无所谓，那你不必去嘛，对不对？那上次我因为我对历史很感兴趣，我就跟随了历史老师啊，一个国内很有名的一个人啊，在国内去旅行啊，我到山西那个平遥。那弟兄们就找什么吃，我说你不要搞什么吃的喝的，有那填饱肚子搞个快餐都无所谓。那我说你带我到平遥那个古城看一下，我想看看那个历史古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就很喜欢去看。我看到那些历史沧桑了，那些建筑物啊，在1949年受到破坏啊，后来又恢复啊，怎么样的？那里的岩古代里就是城墙了、还保留了啊。那个偏远的地方，山西平遥，那我就感觉到很多，哎呦，对不起，时间到了，真的啊，还缺点呢，缺点的原因他不知道。今天我也没时间太多跟你讲那个人为什么可爱的环境、可爱的人不能够兼得了，因为人的罪恶，不光是社会责任，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啊。
你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有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价值观的，知道吗？在社会上面啊，人生得意知己足也啊。这时呢，我给大家还耽误大家五分钟时间，刚才讲都讲完了啊。没事，老师。啊，那不同之处呢，就是没有圣土相通啊。就世界上怎么样，有什么样的人呢？相同的信仰，相同的价值观，是，或者说类似的追求啊。然后呢，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在爱着你，建立自己，这是呢，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四章啊，那个教导，没有这些，你不可能啊，不可能一致，怎么？可一致的原因是有圣徒相通啊。你没有圣徒相通啊，你只是在一起聚过会也无所谓吧。求主怜悯和帮助我们啊，这是他的不足之处，因为他也不是基督徒啊。好，我们今天呢作业来给大家讲一下。作业呢，你找两个地方去玩，进行比较一下啊。你可以比较啊、比较什么呢？你老家和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你外婆家和你爷爷家啊，奶奶家和外婆家有什么不一样啊？你都可以进行比较啊，写出你的感受来，好不好？啊，但作业很多的同学啊，你不做也没关系啊。我是鼓励大家凭兴趣啊、爱好坚持做作业。但是有些同学呢，作业很多啊，累得疲惫不堪。你在肖老师在这里只来听听课，那也好啊，好过你不来，对不对？好过不来嘛。啊，我们这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就是祝福我们同学啊，从这课堂上面得益处啊，有兴趣。以后学习出去旅行的时候啊，愿意带着思考的问题，也帮助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头有真正的圣徒相通啊，有大家弟兄姐妹在一起，有相同的价值观，有相同的追求啊，有相同的人格啊，主啊怜悯和帮助我们，也就是有啊真正的圣徒相通，而不是在一起偶遇奉承相互利用啊，主啊怜悯和帮助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啊，阿门。